趁住英镑呢排低水，系时候飞转伦敦揾好嘢食。唔好以为咧 food court 就等于劣食或者快餐啦，今次就带大家嚟呢个 Market Hall Victoria， 佢系上年年底先开嘅啫。呢个室内 food court 正正喺维多利亚车站旁边，好就脚，楼高三层，经过翻新之后，里里外外都可以见到刻意保留嘅爱德华年代建筑特色，成个环境感觉好 vintage， 好舒服。底下两层系餐厅同埋用餐位置，场内一共有11个美食厨房，大部分小食主菜都唔使$100，价格好亲民。就由 model 介绍下有咩好食。呢一间系主打每日自家手制意粉，用料认真，用嘅系顶级意大利粉同埋走地鸡鸡蛋。单系意粉嘅种类都已经有8款，好有咬口啊！啲意粉，同埋咧，佢个挂汤都挂得好劲，仲有咧，佢啲 cheese 啦，同埋个汁咧好 creamy 啊，食落好好味啊！呢个 seafood tacchini 咧，佢口感咧，我觉得有少少似粗身嘅公仔面。不过咧，佢个汤汁咧系好有少少辣辣地，跟住系好野味嘅。上面咧再有少少干蒜喺上面咧，增加个口感，好正噶。另一间推介系食墨西哥 taco， 由本身已经好有人气嘅墨西哥餐厅经营，即场炭烧鸡肉、牛扒、沙威玛，经过闻到浸肉嘅香味，都已经好吸引啦。菜咧喺香港就比較少見，佢係用啲 tacos 嘅皮啦，再包住雞肉，上面再配啲芝士同埋番茄辣汁，食落都幾野味噶。佢呢個 tacos 咧係一個豬頸肉同豬腩肉咁樣 mix 埋一齊嘅，啱啱望佢燒嗰陣已經覺得好 juicy， 好想食啦。或者想試下英式經典菜，喺呢度都可以食到 fish and chips。餐厅啲鱼咧，每日都系由 market 度新鲜运过嚟噶，仲要系即叫即炸添。等我试下先。好脆啊，个皮咬落去嚼嚼声噶，啲鱼都食得出好新鲜、好鲜甜。点啊？呢个汁咧都系酸酸地，好开胃。除此之外，呢度仲有咖啡店同埋甜品店。唔可以唔提位于顶层嘅天台酒吧，提供多款英国红白酒、手工啤同埋 cocktail， 可以望住眼前呢个复古车站饮翻杯。另外呢度又有中菜餐厅、日本乌冬等等。如果欧游日子长，日日食西餐，嚟呢度食翻个 comfort food 都唔错。